呢。哎哎 ，Welcome to Cookiness 恩爱出事啊！哎，哇，你们想要知道我的鱼是从哪里买吗？想要知道哈 ？OK， 问你第一个问题啊。OK， 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去巴沙购物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？麻烦哦。对喽，如果你们去巴沙买海鲜啊，尤其是海鲜哦，会不会肯定 100% 100% OK， 不 100% 啊，99% 会是新鲜的吗？嗯，那我问你哈，如是哦，如果你们去巴沙哦购物的时候哦，连要搬回去扛回去，是不是很重？哎，这样如果有好的罗邦，给你们要不要？啊，这个罗邦很好的，海鲜 guaranteed 100% 它的料全部 very very fresh， OK， 而且很方便，不用去巴沙，也不用扛的要死，啊。你叫 order 啊，超过60块哦，他们就直接送去你的家，啊，超过60块你要还那个 delivery fee 啊，还是什么 delivery fee 啦 ，OK 啦，来，就是说啊 ，order 了都送去你家，这种老板要不要？啊，这个salmon你看，呜呼 ，very fresh 哦，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标志，看到吗？烟花，这个是他们salmon belly， 他们不只有。这是 fresh live seafood， 他们有 fresh frozen 的也是。哎呦，你看，还有这个，哎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没有嘛？我希望把整个莲花搬过来吧，不可以啦，因为我的冰厨很小哈、哦。他们的鱼很多嘞，有鱼有虾有松冻，什么挖沟都有啦。OK， so 如果要方便，不用扛的要命，要。100% 活了又 fresh value for money， 锁定每一天哈、哦，从星期二到星期六，莲花 live， 还有哦，还有星期二7:30是我哈、哦，我会介绍 fresh frozen 啊 ，OK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